愧是最宠粉丝的李准基，拍照时间来三种爱心，让粉丝尖叫连连啦。韩剧《无法律师》二日正式杀青，主演李准基、徐瑞芝等演员都来庆功了。粉丝就以高分贝尖叫迎接，粉丝热情送上花束和礼物也都全来，这部剧真是太暖心了。